Hello， 小朋友们，这是我们赛车总动员的新玩具，赶紧拆开看看吧。这是麦大叔拖车，麦大叔的后边可以放好多好多辆车。麦大叔现在要出去帮人拖车了。这辆是赛车麦昆，麦昆他是95号赛车，麦昆要出去比赛了。这是赛车车王，车王是43号赛车，车王现在也要出去比赛了。这是小汽车板牙，板牙是一辆拖车，负责维护道路的。板牙现在要出去工作了。这是小汽车辉哥，辉哥是一辆小巴士，由他负责把观众接过来看赛车比赛。这辆是小汽车罗德，罗德他可是一名特工哦，罗德现在要出去执行任务了。最后是一辆巴西赛车，这是一位来自巴西的选手，赶紧出去比赛了。麦大叔要来接小汽车们过去赛场了。首先打开车门，板牙上车，然后是辉格巴士，还有赛车车王。第一层上满了，把它升起来。接着让麦昆上车，还有特工罗德。好啦，都上来了，麦大叔要出发去赛场了。麦大叔带他们来到赛场了，打开车门，首先让特工罗德下来，他要去维持秩序。然后是赛车麦昆，他要去比赛了。接着是赛车车王，他也要去比赛。最后是辉哥巴士，他要去接观众了。